瓜乐，乐乐瓜，乐乐爱瓜，瓜瓜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瓜日常，我是乐乐。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刮一本《宝石之王》三十面值的票，这是一共有五局游戏啊。刮出王冠中奖金，这第一局刮出不是刮出钻戒中奖金，刮出王冠中两倍啊。第二局是刮出金额中奖金，第三局是刮出一样的图谱中奖，最后一局是我们的号码中奖号码一，这可以中奖啊。那直接开始。看这一个钻戒没中啊，屠夫也没有，零七零九这张 pass， 第一张没中，第二张钻戒没有，金额没中，屠夫也没有，幺零幺九这一个还是没有，也是没中。钻戒没中，第一局第二局，然后金额没中，屠夫没有，幺幺幺五这一张还是没有。这一张钻戒没中，屠夫也没有，零二幺五这一张还是没有。哎，这又开始连空两张，三张了，四张，这已经是第五张了。钻戒还是没有啊，这一个没有，零四幺九这一张，来继续啊，看你这搞什么鬼啊，钻戒也没中。金额没中，屠夫没有，零四幺五中一个三十，幺五中三十，其他的没了。下一张，钻戒也没中，金额没中，屠夫没有，幺零幺四这一张还是没有，104没有。钻戒 pass， 这个没有。幺零幺三这张也没有。钻戒王冠没有。这个没中，1117，11号、17号，还是没中啊。我这边送个三十，其他的没了。这是1018有吗？1018也没中啊。这是一个三十，刚才也是一个三十，这是累计六十，好像是三十吧，累计六十。钻戒没有，这边没有，下边没中，这一个是零六幺二，零六有一个一百，最后直接中一百，其他的没了，这是累计一百六，中一百。钻戒没有，这个没中，0617。6号、17号，好，6号、17号 pass。这一张钻戒没有，下面没中。1719这一张，好，1719也 pass。钻戒还是没中，屠夫这边中一个一百，然后这一个是零四零五，6号、5号没了，
这是一个一百，这样的是累计260，两个一百了啊，目前两个一百，来继续下一张。像这一个钻戒没有，下来没中。1013也没了啊，1013也没中。钻戒没有啊，这一个0918这一张，好。钻戒还是没中啊，下边0714，好，这一张也 pass， 今天还有260啊，260，那后边可能再来两个30吗？钻戒一个30，这边没有，1015。1015也没中，这是钻戒上一个30，这是一个290，中30。来看最后两张，钻戒还是没有，这局也没中。看1214这一张也 pass， 114也 pass。来吧，最后一张了，有没有？钻戒 pass， 这个没有，这是2号5号，二号来一个50啊，这不是二号50，这样刚才是290，这是反奖是340，累计中340。好的，这样的话这是宝石之王110559票号啊，反奖是一个340块，340目前来说是宝石之王的最高的竞品奖，宝石的发奖是290到340之间啊。好，我们下一步继续冲刺啊，这一步也是没有冲刺出额外奖。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